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那这一期我们要来试玩的是这一款《临近杀戮》啊 ，EOS， 它是一款 MMORPG。那开启游戏之后，这边有需要下载1444MB 的档案。要更新啦，那更新的过程中它有一些剧情的介绍吧，简介一下这个世界观。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MMORPG， 看起来是一款韩国的游戏，然后现在是在台服上线上市这样子。今天是7月23日，那游戏是7月22日就正式上线，7月21日我就看它已经开放预先下载了，但是我没有理他，因为这种游戏有时候即便是22号开服，可能 也会有一些问题。好，那我看了一下那个 Play 商店上面的一些留言啊，评分比较低，目前只有3分吧。好，平均大概3分左右，好像是因为账号登录需要手机验证码，然后验证码很多人收不到，大部分都是这些问题吧。开服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，通常这样会造成评分过低。那我现在也没玩过啊，就试试看。好，那先暂停一下，我们不看这些剧情，哦，省大家一点时间，等下载好之后再看看怎么样。那就暂停吧。好的，下载好了，速度还算快了哈。那这边是使用条款，我们就先同意一下吧。好，那哇，没有游客哎，哦，只有 Google 跟 Facebook 两种登录方式啊。那我用我的 Google 账号吧，先暂停一下。好的，那这边的话 ，EOS 我好像之前有试玩过了，韩服的版本，印象中有点印象。哦，我的频道可能找得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设定吧。画质的话最高，然后 FPS 不用太大，因为我其实录制的影片也是只有30fps 而已。然后就先这样吧。然后什么吹波通知、画面显示、目标、狩猎的话应该是自动攻击用的吧。好，那选择伺服器。目前有7个伺服器，我也不知道谁先谁后啊。哦，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，可能要去脸书看一下吧。脸书有时候会公布说目前开到第几个伺服器，第几个伺服器。我就随便来选一个吧，灵魂唤醒。哦，没有出现他们说手机认证啊，会不会那个功能出现问题，然后拔掉？那4个职业啦，好不好？那应该是绑定性别，就是角色的模组绑定职业，基本的。我好像每次都玩弓箭手啦，这种 MMO 我大部分都先，我都喜欢玩弓箭手。哦，这战士、魔法师、刺客、神射手，那我用神射手。那这是预览而已，这是预览而已。衣服一开始一定是最简单的吧。然后发型的话啊，只有3种，好，有点可怜啊。大概是那种卖造型、卖时装吧。通常如果没有那种捏脸系统的话，通常是进入游戏之后可以买时装，改变自己的造型、外形。好，通常是这样啦。所以就随便一个吧。这个是马尾啊，然后这是中长发，然后这是短发，包包头。那我选 C 啊，选 A 好了，造型 A 吧，比较像精灵。那创建角色，然后输入我的 ID， 哈姆。可能有人取的也不一定，因为现在时间比较晚，65等没办法删除哦。可以使用了。有没有我们的衣服就变得最基本的。目前可以创1、2、3、4、5个角色，然后锁定的是2个，也就是说你可以创3个，但是只有4个职业。
现在是7月23，没有雪盟，开始游戏。OK， 韩国游戏吧，那个 UI 界面都会很像，画质怎么有点模糊。语音的话是韩国话吧，我听不懂。日文的话我还听得懂一些些，六七成左右吧。你永远常看动画，动画讲来讲去都那几句，听久了也会。那只能这样 skip。OK， 这个少女不会动。人物有点小哎、欸，哦，可以调一下视野吧，通常是可以调视野，但我在调，因为现在还在强制性教学，穿戴这个弓，哦，这个我可能之前有玩过啦 ，EOS， 反正韩国的 MMO 的界面都长得很像。就跟大陆玩的 MMO 一样，你玩大陆手游的话，你就觉得它很免洗啊。那其实玩韩国游戏，你如果常玩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们也都很像。这边教你如何用药水啊，好不好？那这边是地图，世界地图。我画质刚不是有调吗？怎么觉得画质好像有点弱啊？然后他们行走的时候，常常会有几公尺、几公尺。会有路线图告诉你几公尺，我不知道这款有没有，我们待会观察一下。啊，哎、欸，怎么没看到其他玩家？好吧，这边哦，我说可以挑视野啊，这个太小了吼，这个还可以。然后3D 可以旋转，我可以旋转，然后也可以自由放大缩小。俯角、仰角好像不太能动，然后把热键关起来好不好？热键它模拟器自己抓到的，把它隐藏一下。好，主线任务。这里没有，这里只是一般的 live 那个例会而已，不是 3D 也不会动。你可以调二还可以。然后这是锁定 2.5D 不能动。然后这是 3D， 稍微可以旋转了、啊。我觉得玩家好像有点少哎、欸，怎么没看到那个其他玩家？这边有，现在游玩的时间是半夜的1:27。哦，韩国游戏的话，他习惯把那个你的电量啊、WiFi 啊时间放在这里，然后经验条都在下面。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完整的那个 menu， 也是做成这个样子。玩过很多款啊，大部分都这样。带有螺丝，反正 MMO 嘛，我们就是要打怪啊，哦，接任务回任务，然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回任务，可能要跑回去吧？哎、欸，还要跑一下、哦，有的是直接远程接任务哎、欸。这边要干嘛？跟那个某个 NPC 对话，主线任务、支线任务，然后活动。哎、欸，这一只 NPC 会动哎、欸、，OK， 有的 NPC 会动，有的 NPC 就不重要，可能就不会动吧。看起来是这样。音乐的部分可以大声一点。哦，就有点那种玩起来感觉就是有点像韩国的 MMO， 你可以想象它是天堂也行啊。他们就以天堂为基础吧，这种画面，你如果看不惯 3D， 你就锁起来就不会动了，但是只能左右旋转而已。有，他这边有几公尺。哦，如果你常玩韩国的 MMO， 他们行走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还有几公尺啊，那么七八。然后点世界地图，它会有个路线图。这个没有，哦，有的会有。我觉得画质怎么没有比较好？我刚不是有设定过吗？画面显示环境，刚制定的，难怪觉得画质有点差。哇，这样好多了哎！哦，很多那个光影特效都跑出来，这样比较 OK 吧？
刚刚没有，刚刚用自定的，我就觉得奇怪，怎么画面旧旧的啊？刚是这样，这样好像光影的效果就比较没那么好。啊，最高画质，改一下。好，看看好一点。那小地图上面的红色的点点，这个三角形是怪，我们是绿色这个箭头。啊，目前是自动，全自动。哦，这个全自动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耶。好，先不管。然后这是我们的药水了。点击这个支线任务。达成角色等级5，现在3等。然后这个是购买高级箱子的装备箱子，不支持哦，要自己买是不是？好吧，好吧，自己买。怎么买？商店吗？不知道啊。这是商城啊。这里有推荐的，那没有免费的啊。台币耶，贵啊。有150的新手包，900。高级装备箱子不知道放哪里，哦，先不管，我们继续来跑一下主线任务。就是你跑步的时候，你仔细听的话，沼泽有沼泽的声音，然后这个草地上会有草地的声音，然后草丛会有草丛的声音，他们会做到这么细啊。韩国的游戏嘛，虽然都是 MMO， 但是他们就有他们的水准在啊。好，回来我们的村庄了，普利村庄，这是新手村吧？新手有点少哎。哦，有人说聊天室好像50等才能讲话，是不是？我来测试一下。哎，可以啊，一般。什么世界品呢？全服哦，全服是50等，一般就是周围而已，附近的。继续。纸娃娃系统，理论上这游戏是有纸娃娃系统的，就是你的装备应该是会改变你的造型。目前我的装备是这些，一把弓而已。有点可怜，然后他们会有一些点数分配，升级之后可以分配点数。我现在没有点数，才3等而已，战力是2153。这只野猪能不能打？我们技能可以放啊？这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补血是不是 ？A 和 B 是什么东西？他又跑了一下，胶血有点少，没有告诉我那怎么用。你好，我切回黑。打了死吗？好，领取奖励。然后我们穿戴装备，有改变造型了，哦，改变造型了。OK，A 和 B 好像是 OK， 切换 B 之后你就没有装备，它可以 A、B 装备去切换，但是需要时间。OK， 我现在懂了，但是刚没教学啊，我搞不懂，看到这个功能我才知道。好，擦掉。那它是必须走路去找 NPC 的玩法。哦，我知道有的就是我一开始有说嘛，有的是那一种远程就可以接任务，不用跑来跑去。帮你省去一些时间。我现在比较纳闷是，我只有弓哦，我不用箭，对不对？没有箭，箭袋。因为我的弓箭手要有箭袋的设计，因为是双手嘛，它有箭盾嘛。比如说你是骑士，你拿箭拿盾；那拿弓的话，就是拿弓和箭袋。然后法杖可能是双手。他如果是那种狂战士，也是那种双手的斧头是巨剑，然后浪费两个格子。看起来这把没有，这个游戏没有，至少目前没看到，单手武器而已，一个，怎么打那么久啊？
哦，原来附近一直有野猪哦。哎，这个任务真的不好打哎，打十个很花时间哎。哦，而且附近没有人跟我一样在打野猪，有点冷清啊，游戏有点冷清啊，怎么这样？你们真的有打广告吗？应该是有啊，因为我刚刚开模拟器的时候就主打这款游戏啊。模拟器你一开的时候它会出现广告啊，那你看就知道说现在有什么游戏正在打广告。那这一阵子又打 EOS 啊，我刚刚有看到。OK 啊，先不急啊，我们来看吧，我们把这些界面看看，小声一点点。我想要把背景音乐开大声，然后音效小声一点，我们设定一下。什么环境？什么音乐？这边是不是？音效？这边背景音乐大声一点，音效小声一点。好，好，跟海伦说话。继续跟雷菲娜对话，然后完成这个五等任务，获得20000。那这边有教学，他的教学应该是在这边啊，放在这边慢慢教学型的，就是不是那种强制型的，就是一次要把你教到会这样，他就是慢慢教。好，慢慢教就来吧，分配点数。只有一点啊，通常是加敏捷吧。哦，这边有啊，神射手要加敏捷啊。很合理吧，战士加力量啊，然后神射手敏捷啊，法师智力啊，然后你要模仿的话就智慧，加体力的话就体力，哦，这边有 HP， 然后这边可以重置，然后推荐，好，那我们就自己来点一下吧，这边，好不好？我就知道一定是加敏捷，基本的啦，常常玩游戏的人都知道啊。敏攻嘛，弓箭手就加敏捷，射速才会快，命中才会高。好，看你要继续玩支线还是玩那个主线都可以，音乐可以稍微大声一点，背景音乐还行啊，有点远啊。好，还有80几公尺。我们现在还在普利村庄的周围吧，算是新手村，有没有11等？之后40等、46等就会到别的地方去。然后世界地图我们还在这边嘛。好，还在治愈金属啊！这个任务立即前往是瞬间嘛？我们瞬间好了，省一点时间。这边可以瞬间移动，一开始不用花钱，不然走来走去很浪费时间。那立即前往。哦，有好一点的，有好一点，这样玩起来快一点。哦，如果你们一开始不知道的话，你看到我的影片的话就记得吧。如果你们想玩的时候，立即前往啊，可以帮你省下一些走路的时间。这个记得啊，我记得那时候玩的时候我有记得。那时候在韩服玩的时候，人还蛮多的欸，然后大家都拿弓箭手在那边射来射去，实际上也蛮花时间的，因为就15只你就打起来就觉得有点慢。如果人很多的话，可以大家一起帮忙打，我觉得还蛮快的。我觉得人少，你要去找人多的伺服器会好一点。那这边都还没有开啦，随着我们的任务都还没开，随着我的等级都还没开。装备是可以制作的，看起来需要材料还是制作卷轴吧？制作书。宠物目前没有宠物欸，感觉宠物也蛮多的，宠物系统。图鉴是有基础的、老练的，然后武器和装备吧。哦，然后也有一些 BOSS 的图鉴。OK， 那灵魂石。哦，大概是强化装备用的，没有，现在都没有副本。哇，副本其实也蛮多玩法的哦。
啊，游戏就是要很浓啊。这边有 BOSS 副本。好，那雪萌可以立即加入，要三四等。哇靠，三四等！哇，三四等要玩几个小时啊？我现在才五等啊！哦，这游戏的那个进度啊，不会让你像免洗游戏一样，跟坐火箭一样直接升到好几百等的，没有。我现在才五等而已，而且要三四等才能加入。哦，所以看起来雪萌人也没有很多哎，目前为止。如果你想要重新来过的话，就玩新游戏吧。啊，当然，玩游戏这种游戏想变强就是氪金啊，会有领地战啊、攻城战。领地战感觉抢资源，哦，你就抢资源用的吧。那攻城战也是一样，有城啊，攻城战。就你一开始先。让他自己设嘛，那你就先了解一下这些系统。我就边打边看战斗记录。元老，先不管他，继续。工程排名，雪萌 King， 等级排名哦，战斗力排名。然后称号，我现在没有称号哎，哎，是不是离开新手村了？对啊，来到了凡斯特，看一下这个地图，我们跑到这边的，这边怪大概都六到十的，哦，零八伐木地，我们应该只有在伐木地附近周围鬼混吧，因为其他地方是二一六八七十。七呀、啊，我们应该只能在这边鬼混而已。就是一张地图，不是全然都是那个范围的怪，它会掺杂着一些低等怪、高等怪吧，就让你每张地图不会说只去一次就没了，它就是穿插着这样子让你去。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就是要在伐木地啊，在这边附近打怪而已，打这些怪。你看这边。可疑的洞穴，怎么上夜啊？我的位置哦，好，范特斯上村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这七十级，怎么怪也是显示六到十等？那他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？零八二一六八七十，可能只是编号吗？哦，我现在在这里而已啊。那它的设计还是没有穿插，就是我现在在凡斯特嘛。这边打完的话，就要来到可疑的洞穴，大概是照这个顺序。哦，有啊，这边可疑是10到75啊，它会有一个 range 啊。好，称号我们刚看过，交易所30等才能使用。邮件的话、啊，你不是说你？几万人事前登录，反正就获得箱子吧。好友的话，签到，看一下签到。今天算第一天，好，每天五点，早上五点重置，就大家记得签到一下。登出游戏商店，然后这背包的重量吧，背包现在已经，好，我们先使用一下。我们来使用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吃食物啊，有 buff 吧？有没有？攻击力加二，使用。然后这是约定戒指 ，EOS 约定戒指加 HP MP 穿戴。哦。一的话就是穿戴了吧，那自动穿戴，没有排序。目前为止还行啊，游戏整个流畅度都 OK， 然后画风啊，这就是那种
韩国 MMO 都是这种感觉，玩起来你想象一下就很天堂的感觉啊，只是画质好一点。天堂现在应该还蛮红的，蛮多人在玩的，我以前也很爱玩啊，以前也是沉迷了好几年吧。然后最后就是我为了要弃坑，把账号啊装备全卖了，那时候还可以卖钱啊，我卖这样子。大家应该都有这一段吧，只是有的人是会买天币，我都没买，我是卖天币，花时间赚天币来卖。所以玩 MMO 是很花时间的，那现在的话就很花钱，因为你一定要花，一定要储值才会变超强，不像以前还可以花时间变强，现在设计就是要花钱才能变强。总之就是要氪金啦，毕竟以前还要包月啊，以前 online game 都还要包月什么的。其实你已经有花钱在玩游戏了，那现在游戏币这种东西就锁起来啊，不太可能让人拿出去卖给其他玩家了。我来看一下，好像东西就这样而已哦，就剩下就只能慢慢来打怪，然后练等，想办法练到三十等，然后加入血盟吧。看起来是这样，连聊天也都锁起来，我觉得还蛮孤单的，都没看到其他玩家。哦，那希望游戏越来越做越好啦，人越来越多，越多越好玩啦、啊，没人的话就不好玩了。OK， 那时间上也26分了啦，我也就先玩到这边吧，好不好？MMORPG， 然后速度很缓慢，练等的速度很缓慢，我现在才七等，我玩了快30分钟，才七等而已。那不是那种快餐型的免洗手游啦。那就先这样吧，那这些氪金的东西你们就自己再来看吧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应该会深入研究。那有兴趣的人，我会把游戏的下载连结啊、脸书啊、官方网站啊什么的，反正他有的我都会把资讯附上去，在我的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位，我们再来下载游玩。 OK， 那这期就先这样咯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